好，呢度咧就話咧，呢度又有一個分數啦，咁佢就咁樣講啦。如果最細呢個人冇咗嘅話咧，個 range 咧就會跌咗27，個 mean 咧就上升咗兩格嘅。好啦，咁點樣計咧？嗱，咁我哋可以寫翻咧原本嘅 range 咧，就係80加 B 減20加 A，呢個係原本嘅 range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冇咗呢個數之後咧，個 range 咧就會跌咗27啊嘛，係咪啊？咁即係話咧，新個 range 咧就係80加 B 減49，呢個就係新嘅 range。新嘅 range 再加翻27就等於咧原本個 range 嘅呢個原本嘅。好啦，咁兩邊都有80加 B 可以約一約先啦。好，咁所以咧就會負20減 A。等於27減49，27減49加20，所以 A 咧就係2嚟嘅，A 係2嚟嘅。好啦，然後咧我哋睇埋嗰個叫做mean 啦，mean 咧佢就話上升兩格嘅，mean 上升兩格，咁就加呢度啲數字先啦，呢度咁多數係咪？好啦。65有三個，69、70、73、74、79、82，好啦，咁我加晒佢咧就1194嘅呢度啊，夾埋1194嘅呢度咁多數。好，咁咧原本嘅 mean 咧就係22加1194，再加80加 B 就除21，呢個就原本嘅 mean。咁但係佢就話咧，如果冇咗最細嗰個數之後咧，就會咧個 mean 咧就會上升兩格啦，個 mean 就會上升兩格。咁即係話咧，呢個原本個 mean 加2咧就會等於新嘅 mean 啦。咁新嘅 mean 咧就係1194加80加 B 除20，除20。好，咁我哋咧就可以加啲數先啦，會22加1194加80，1296加 B，再加42除21就等於1274加 B over 20，咁就交叉相乘，即係20乘1296加20B 加840。就等於21乘1274加21B，好啦，咁所以咧21B 減20B 咧就出翻 B 啦，咁即係20乘1296加840減21乘1274，嗰個 B 咧就係6嚟嘅，B 就係6嚟嘅。好啦，咁最尾咧個 mean 啦，個 mean 咧即係原本嗰21條友啦，咁你將呢個6咧代翻落去呢度，咁就計到原本個 mean 啦。22加1194加80加6除翻21，咁啊計到呢個 mean 咧就係62嘅，mean 係62。好，咁咧就我哋寫翻嗰個呢個係2啦，跟住咧 B 係6啦。嗱，跟住去到 part boy 啦，咁佢就話咧喺21個人裏邊咧就要揀6個人嘅，揀6個人，係咪啊？咁但係咧唔要最，因為佢一定唔揀呢個噶啦，所以就係20個人裏邊就揀6個人。咁咧佢就咁樣講啦，要冇人咧係高過70分嘅，冇人高過70分嘅。咁有幾多個揀法咧？好啦，咁首先你份母咧就係20個揀6個啦，咁所以20C6啦，20C6。咁啊分子啦，有幾多個揀法啊？你要六個人都係70分以下，70分或以下，咁我哋數下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有15個揀法嘅，咁所以係15C6除20C6，15C6除20C6，咁啊計到咧係1001 over 7752嘅，好啦，跟住 B2 啦。
至少兩個人是70分以上的，至少兩個人啊。咁即係點樣啦？咁咧，我哋嗱其實就係咁樣講噶啦。你玩至少咧，就一定係諗相反嘅，通常都啊。咁你就減翻咧零個人同一個人70分以上。好啦，冇人70分以上啦，啱啱計咗啦，就係15C6啦。咁如果一個人70分以上咧，點為之一個人70分以上啦？咁啊，即係話咧70分以上呢度咧，呢五個人咧，你就要一個嚇。跟住咧，剩翻嗰15個藍色嗰15個人咧，你就要五個啊。咁我哋咧就去做翻個雙乘，因為我哋呢五個要揀一個，呢十五個又要揀五個，兩樣都要咧就乘嘅。咁啊，除翻咧20C6啊，講多次咯喎，你係一減咧就係所謂 total probability 就係一啦。呢個其實 form 3已經學噶啦。咁你就減走翻咧嚇，減走翻咧冇人70分以上，同埋 exactly 一個人70分以上嗰個可能嗰個嘅 probability。好，咁我哋計一計啦，15C6加5C1乘15C5除翻20C6，跟住一減 answer， 咁我計到咧係937 over 1938。好，咁咧就搞掂呢條。